大陆社区关怀祭典拜四到拜五，拢会安排无同款的课程，吼，长辈休闲娱乐。其中哦，讲这个脚力、手力的伸展操，上届受到欢迎。长时间练习落来，长辈拢讲，心情变开朗，身体嘛变健康。长辈是跟着老师做回来做运动。面对疫情，长辈就认为做好自我防疫真重要，尤其是运动增加抵抗力，防范病毒入侵，更可以当交朋友。真好哦！安怎讲？啊，运动骨头会轻松，真袂歹啦，好啦，好啦，真好啦。啊，无聊啊，咱踮遮无，大家去忙开干嘛好啊？大仑社区关怀祭典。每礼拜四、拜五，来设计一连串的运动和跳舞。社区理事长也欢迎长辈，会当做回来社区人机休闲运动，快乐晚年生活，得为家开始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是阮每礼拜拜四啊，甲拜五吼办祭典活动的吼，啊，中餐啦吼，啊，阮已经上的课程是纪律课程，啊，阮明仔载是带动上的课程，啊，阮这已经天气较凉凉，所以阮。做运动，拢一切照功课来做吼。啊，感谢阮真个大家这团结吼，啊这用心。大仑社区特别为长辈规划肌力运动的课程，让因脚手搁较有力，撇撇因为无力跋倒受伤，也愈活愈健康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、复兴采访报道。